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40页，140页。这个第一段呢，我们学过。这里面呢，有一些普通常见的名词术语，我们在此地把它重新温习一遍。啊，《弥陀要解》里面所说的，说一声阿弥陀佛。在第一行啊，即是释迦本师于无著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五著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，在前言第一页，三藏法述里头所说的，出于法院竹林，竹是染物。现在的话就是染物，五种五大类的染物。第一个是众生浊，为众生多诸蔽物。底下举的例子，不孝敬父母尊长，就是不孝父母，不敬尊长，不为恶业果报，不相信因果，不做功德，不修斋法，斋是身心清净，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众生呢，浊了。这个众生都是讲的人，这个世间人，我们讲身心染污，染污到基础。啊，这是总说。啊，那分开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底下说，第一个见住，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看错了，想错了。啊，烦恼住是想错了，见住是看错了，为正法一灭。相法渐起，现在相法也灭了。法院竹林是唐朝人著作的，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，所以现在相法也灭了。现在是末法，末法10000年，现在是第一个1000年。那也有人说，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，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的开始。啊，这些都是有根据的。末法灭了之后，就是灭法。我们很冷静地观察现实环境，好像是
末法跟灭法了，都看到了，似乎末法加速度了，灭法提前了，邪法转身。昨天我们看这个信息，北方念佛法门里头有邪之剑出来了，宣传的时候有比现在这个经论上方法所讲的更快速的方法，光念无量寿经不行，还要加别的经咒，光念佛还不行，要再加一些东西，那个速度就更快，更有把握，这都是妖言惑众，邪法转身邪见增生都是邪知邪见，心浮气躁，诸位一定晓得一个最高的原则，你能掌握住，你就不会被人欺骗了。有智慧的人心是清净的，有智慧的人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他与自信相应，世尊大小乘经里头常说，我们也常常提醒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越杂境界就越乱，五花八门，扰乱你的情绪，扰乱你的觉观，所以佛提出智心一处，叫无私不办，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告诉我们，最后一切诸法都归业法具，归一了，业法具，业法具是什么呢？清净智慧无为法身，清净智慧无为法身，我们在前面就是昨天读过了，就是阿弥陀佛与这个名号，阿弥陀佛是清净法身，这一句名号是智慧的圆满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掌握这个原则，你就不会受人欺骗了。哪有在单纯这么好单纯法里头，还得再加添加东西呢？一添加就错了，就乱了，就不纯了。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念佛真正成就往生瑞相不可思议的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他连经都不念。
啊，不认识字，没有能力读经，那经不要读了，就一句名号行的。锅炉匠一句名号成就的。啊，我们看到几个。极乐寺的修无师一句名号成就的，也是不认识字，没出家之前做泥水匠，啊，人老实，心地善良，听话真干，他就成就了。啊，我们轻易受人家几句话一说，心就动了。就没主意了，这是什么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这个人叫不老实。不老实的人吃亏啊！真的是心浮气躁啊！啊，第三个烦恼住，为助众生多助爱欲，健谈、斗争、谄曲，谄是谄媚巴结人，啊，心念很杂很乱。啊，虚狂，虚是不诚实，狂是欺骗别人。啊，摄受邪法，邪门外道他喜欢。啊，扰乱形神，这叫烦恼主啊。人生活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他怎么不痛苦呢？我们想想，这几样一样都受不了了，何况全都具足。啊，我们这一生要想成就，搞这些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要学锅炉匠，要学修无师。啊，这两个都是出家人。修无师出家之后受过戒，锅炉匠连戒都没受过。成就不可思议 啊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了。真正念佛人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，传给你什么法，他通通都是一句阿弥陀佛。给他毁掉了，他没有第二句话。这个法有根据，在哪里呢？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品上生长。啊，讲到极处，就是阿弥陀佛来了，告诉你，我还有个法门，比这个法门还殊胜。你都婉言拒绝，阿佛，我不要了，我就这一门心了，我不再换法门了。这个人才叫做老实念佛，阿弥陀佛来了，他也不动了。
啊，这是世尊呢在上品上增长里头举的例子。你遇到什么大善知识，遇到阿罗汉，遇到菩萨，啊，遇到佛，最后是遇到阿弥陀佛都不动摇，都不受影响，啊，这叫真性，这叫真愿。那一句阿弥陀佛念的管用啊，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。啊，第四个是命者，为亡古之时，人寿84000岁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人的寿命最长的84000岁。我们这个世间所讲的84000年。啊，每100年减1岁。减到10岁，10岁是最低的。啊，这个叫一减，然后从10岁每100年加1岁，又加到84000岁。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处的呢是简介里面只剩下70年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出世人寿是100岁。100年减1岁，佛距离我们3000年就减了3000岁。所以现在人的寿命是70岁平均寿命。啊，70岁、60、50、40、30、20，那就是5000年。1000年减10岁嘛。啊，在5000年，佛的末法是10000年。啊，从现在算起的时候，世尊的法运还有3000年后头。啊，那3000年是增劫。100岁就是加100年加1岁，加到了人寿30岁。佛法在这个世间才消失。啊，所以是在增劫里头人寿30岁。啊，寿命越短，灾难越多，人活得越苦。啊，说今时人寿转减呐，百岁者稀，很少有100岁。100岁是他的福报，他修来的。一恶业增故，寿数短促。啊，造恶造的太多了，造了很多恶业，寿命还很长。啊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不是说没有报应，这是说他过去生中积的福积的太厚了。啊，今天造恶了，是折寿啊。啊，100%的福报，折掉了90%，他还有10%。那个10%的时候，也是一般人不能跟他比的。你就晓得他福报多大。这个人如果说一生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
他的福报，我们一般讲啊，一千年都享不完了。他如果是个帝王啊，他子子孙孙传世啊，他可以传一千年的。啊，周家是八百年的。今天造极恶之业的时候，还想大福报，你就知道这福报多大。啊，但是福报享尽了，来生苦报就现前了，这享完了。啊，这些事理，佛法里头讲得很清楚，不能不知道。你通通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修福的人在受罪，造孽的人在享福，你的心就平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前因后果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一点都没错，因缘果报丝毫不错啊！第四，接触皆是时间，啊，时间是在讲没有着与不着。没有啊，为什么说这段时间啊染污，是因为前面四种有见有烦恼有命有众生主啊，所以这个时间我们称为浊污啊，污就是十恶业啊，人造十恶业，造十善的人很少啊，造十恶的人非常普遍啊。这个里面几句话是经上说的，为简介中，人寿减至30岁时，大概也就是3-4千年之后，这个三灾就起来了。第一个是饥馑灾起，啊，人饥饿，没有东西吃。减至20岁时的，就是瘟疫。地球上普遍到处都是瘟疫，减到10岁的时候，刀兵再起。这个刀兵就人人看人都不顺眼，看到人就想杀人。啊，世界众生无不被害啊，这叫劫浊。啊，特别是指人寿在30岁的时候，啊，灾难都起来了。佛学大字典里面也有，啊，这个都抄在一起，都可以做个参考。我们把它念一下：五浊啊，也叫五子，啊，子是渣子。啊，这个是恶处，一般把渣子都丢掉。啊，也叫五昏。啊，昏浊。注解中，人寿啊20000岁以后，而有昏浊不净之法五种。啊，那么这个五种的习气，由来已久啊。
啊，简洁人寿八万四千岁啊，减到两万岁的时候，开始有这个现象，啊，有这个无助的现象，然后随着时间逐渐逐渐明朗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们看好像坐卧已经到了基础了，怎么会这么快？这是科学带来的啊！我们喜欢科学，发展科学，科学带来的这个坐卧我们要承受。然后就想到中国老祖宗有智慧，为什么不走科学这个路子？就是不愿意这个现象提前发生。中国人要发展科学，应该在2000年之前就发展了，不是在今天的。啊，中国人还是因为受到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不忍心做这个事情。啊，外国人没有伦理教育，没有道德教育，没有因果教育，他敢做这种事情。啊，中国人要发明这些东西叫做什么？对不起老祖宗，对不起天下人，对不起后代。啊，知道也不说。所以教育多么重要啊。啊，那么这边排列呢，第一个是接触。未知二万岁以后见等，这就是见触。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，啊，见等之四浊起始也。开始有这个，但是都很轻。第二种呢，见浊。啊，你看错了，身见。边界等字，这个字就是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五种错误的见解呀。啊，借助这个时代呀，众生甚起之。啊，身见、边界、见取见呢，越来越强，越来越深，这个麻烦就来了。这个东西起来之后，圣教不能接触，佛法不能接触，啊，他反对，他不能接受啊，跟他的见解不同啊。啊，佛法讲无我，他不承认的。佛法讲轮回，他不相信。那么第三个烦恼，烦恼是私惑，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这一切修惑的烦恼，戒除之时，众生甚起之啊！
啊，众生浊是什么意思呢？劫浊时候的众生，为见浊烦恼浊之结果。啊，具足见浊烦恼浊，众生就浊了。人间之果报见谁？见衰呀！啊，这个果报是福报，人间的福报衰了，心钝体弱，啊，这个心子迷惑，聪明智慧没有了，身体弱，苦多福少。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是这个样子，纵然有大福报的人他并不快乐，啊，实在讲有亿万财富的人，有很高地位的人，没有一般人这么自在，这么快乐。他的苦我们不知道，你跟这些人接触你就晓得了。他从早到晚多少操心的事情，我们今天所说的操不完的心，这个话不是夸张的，是真的。啊，心的乐是没事啊，清净自在啊，这个叫真乐啊。啊，身心都没有事，这是有福德的人。啊，不缺吃，不缺穿。啊，房子遮蔽风雨足够。身心自在，这个快乐无比啊。啊，这个世界拥有财富的人我见过，地位很高的人我也见过，快不快乐？不快乐。我们在旁边干，苦不堪言啊，要叫我去干我才不干了。啊，可是呢，这个劫浊时代的人，他还拼命去争，啊，唯恐没有，啊，唯恐自己烦恼少了，你说这不叫迷惑颠倒吗？啊，现在人争着做大官呢。古时候多数人争着做大官，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做官人没事情做，啊，社会太平安定，人人都是好人，没有作奸犯科的，一个月有那么两三件就很多了。你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事啊？哪有像现在案件堆积如山的办不完呢？啊，所以人呢要有智慧，做大好事还省心。啊，我们今天做大好事，如果每一天在外面讲经有两三万人来听，不累死人了？那我们在摄影棚讲经的时候，摄影棚就一个人也没有。啊，外面听众啊，上百万上千万。啊，不见面没事啊。
不需要见面了，要见面干什么？啊，佛法听懂了，老老实实修行，啊，好好的念佛，天天过太平日子，啊，想过太平日子，清心寡欲，啊，不能看电视，不能看报纸，所有信息通通断绝，天下太平。因为你看今天没事啊，太平盛世啊，明天也没事啊，天天都没事了。那除了读经念佛之外没事啊，这不太平盛世吗？啊，太平盛世就在眼前呢，问你会不会做过啊，与外头境界不相干呢、啊。啊，这佛教给我们的。若能转进则同如来，我们走这个路子。如果为境界所转呢，那你就是凡夫。就是无著卧室的凡夫。苦不堪言呐、啊！啊，我们居住的小区，这个里头的居住的同学都转过来了，这小区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有个十年八年，我们住在这里，影响了。哎，周边人都跟我们学习了，我们这个小区就变成大区。啊，极乐世界慢慢在扩大。好事情嘛。澳洲图文巴的同学，包括图文巴所有的宗教，都盼望着我回去。啊，要我常住在那个地方，不要出门了。好事，真是好事。啊，万缘放下，一无所有，你说你多自在多快乐。真自在啊。我要回到澳洲，我不住那个房子了。啊，现在我们买了很多帐篷，蒙古包。啊，睡那个好啊。啊，我们一大片绿地，蒙古包一排，摆上几百个。那也挺热闹的，不寂寞 啊， 啊，小区一片念佛声，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。我们再看第五，叫命主，此也为前二浊之结果。前面二浊就是见跟烦恼，其实五浊之形成就是见跟烦恼。寿命呢渐渐减少了，你看一直减少到十岁，这没福报啊！啊，此中以戒主为总，
皆是讲时间，这一段时间不好，其他四诸为别。戒诸中有四诸，以四诸之故称它叫戒诸。那么有四诸当中呢，是以见诸、烦恼诸这两者为着之字体。怎么染我的？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思想染我了。为什么会有错误？不学正法，不敬正法，正法的根是孝养父母，尊敬师长，从这来的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孝亲尊师，是万善的根源。啊，这个东西丢掉了，麻烦就大了。中国古人懂得教育，懂得教学，从哪里教起？教孝，教敬。一个人一生不能离开这两个字。孝决定不会有恶念，不会有恶的行为。为什么？如果有恶念，自己会感觉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祖宗，这个力量太大了。啊，我们有恶念，有恶行，就对老师不尊敬。所以孝敬是万善之根啊。这两个字拔出了，那善没有了，善真叫断掉了。恶呢，恶就生长了，说无恶不作。为什么呢？他能杀父母，他能杀老师，还有他什么不敢杀的？啊，还有什么恶事他不敢造的？啊，那么这个世界就走向毁灭了。啊，人比禽兽都不如。禽兽还能够共存共荣，啊，狮子老虎是猛兽，不是饿到极处它不会侵犯小动物。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拍摄的动物奇观，那都是真实的，不是表演出来的。看到这些毒蛇猛兽，它不侵犯别人，除非你去想杀它，啊，它来抵抗。啊，你没有恶意，他也没有恶意。你对他友善，他回答回对你的也是友善。啊，古时候
在深山里面修道的人很多啊，那个时候山上都有毒蛇猛兽，我们在《华严惑论》序文里面看到啊，离长者想找一个清净地方给《华严经》写个注解，啊，到野外去看看，啊，路上遇到一头老虎，他就跟老虎说，说出自己的意思，想找个清净地方来住《华严经》，你知不知道？老虎带他，带他走到一个老虎洞里头，里面全是老虎。啊，李长者看中这个地方，是好，老虎搬家搬走了，这洞让给他。老虎都可以商量啊，都请他搬家了，把地方让出来啊，做好事啊。那供养道场啊，啊，长者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啊，一个人住在那里真清净，没人干扰。那照顾他呢，那就来了两个女孩子啊，给他烧饭洗衣服照顾他啊，他知道，看他点头笑笑，没有说一句话。等到这一部注解完成了，就是《华严经惑论》。注解完成之后啊，这两个女孩子不见了。啊，不知道到哪去了。你看，从来没有问她姓什么，名字叫什么。这照顾这么多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谢谢人家了啊，离开这个洞走到邻居村庄里面去问问这两个女孩，没有人知道啊，真诚感应不可思议。啊，古人有一句话说，得道者多助啊，帮助你的人很多啊。啊，你真正有道，真正有德，天地鬼神都护持你，你操什么心啊？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文句，四第四句下半部有说，借着无别体，借是时间，时间哪有好坏呢？啊，长时间叫借，短的时间叫刹那，但若四住立此家名啊，太平盛世啊，社会动乱，动乱就是接触，盛世就是结亲啊，亲近众生诸
也没有别提。然见满果报，列此加勉。啊，这个见就是见惑，身见边界；慢呢，就是思惑，贪嗔痴慢。啊，因为有这些东西，这个众生就着了。烦恼着之无顿时为体。啊，无顿时是思惑、贪嗔痴慢疑这五种。啊，为什么叫顿呢？顿它迟钝。境界现前它会起来，境界不现前它不会起来。那不是贪财啊，遇到财它就起来，贪心起来。啊，没有财贪心不起来。啊，所以它比较迟钝。跟底下讲的无力时不一样。无力时身见边见，见取见，见取见邪见。这个念头一动它就起来了，它快。啊，莲池色心为体。啊，色是物质，心是念头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为命之体。啊，色心也离开了，我们叫这个人死亡了。死亡是身体死亡了，灵性不灭。啊，心没有死，色有生死，心没有生死。《法华文具记》里头引用《悲华经》，八万到三万亦不由住，人受八万到三万的时候，身心清净，没有丝毫染污的迹象。至二万岁为无住时，啊，再往下减，减到两万岁的时候，这个五种住就开始了，啊，开始以后并不严重，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，人寿百岁。佛说无着卧室是有道理的。啊，那么今天着卧到基础了。这个底下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省略掉了。啊，看最后的一段，《阿弥陀经》曰：“能于娑婆国土无住卧室，借着见着烦恼处，众生处命处中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啊。这是称赞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能够不为环境所转，所以他住在无上正等正觉啊，这也是告诉我们。
佛事跟无着卧室没关系，只要你自己能够放下，不被外面境界所转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底下接着啊，这是说一句阿弥陀佛了，即释迦本师于无着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要解里头这一句话不可思议，从来没有人说过。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？念阿弥陀佛成佛的。这是偶耶大师说出来的。经文摆在面前，从来没有人看出。啊，偶耶大师看出来了。说出来，我们仔细再一看，不错啊。为什么我们没看出来？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佛门的术语，佛智慧的名称啊，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智慧，就因为无上正遍知，无上正遍道，真正遍知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啊，也就是这个智慧得到了，真的世间人所说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，这个话是世人对上帝赞叹之词啊，只有上帝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如来无上智慧，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有，不是外来的啊。维摩经佛果品深照大师注解说，阿耨多罗情言无上啊，鸠摩罗什大师那个时代，他居住地方是秦国，姚秦啊，国王是姚兴，啊，那秦就是代表中国，啊，中国人说的无上，三藐三菩提呢，情言正遍知，道莫之大了，无上也，其道真正无法不知，叫正遍知。净土论注曰，净土论就是往生论，天清菩萨的作品啊，天清菩萨修净土的报告，佛所得法梵语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翻成中国的意思说无，耨多罗翻为上，三藐翻为正啊，三为遍
菩提为道，啊，合起来呢，名无上正遍知，这是古已。啊，心已曰，这个心已是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之后，啊，就翻译梵文经典。啊，这是仪经院的主持，啊，玄奘大师。那么他所翻的称心译，在他之前称古译。玄奘大师心译称为无上正等正觉，真正平等觉知。一切真理之无上智慧，啊，《法华玄奘》第二卷说：“阿云无，是印度梵文的阿，中国意思是无；六多罗，中国意思是上；三，中国意思是正；秒。”中国意思是等，啊，平等，啊，又再接着三，这是正的意思，菩提是觉的意思，所以整个翻下来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这个翻得好，啊，这就是佛门讲的智慧，有三种。啊，最下的是正觉，比正觉高的叫正等正觉，最高的加上无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正等的，正等正觉是菩萨正等的，阿罗汉只有正觉。啊，不能成正等，所以这个翻译清清楚楚。啊，那么佛门里面三个学位，这三个学位是怎么拿得的？你拿到正觉了，正觉怎么拿到的？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。可见的正觉本有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只要你对于一切法不执着了，正觉就现前，那你就成为阿罗汉。第一个学位拿到了，啊，再往上，你提升到正等正觉。正是纯正，没错误。等是等于佛，不是佛，等于佛，这是菩萨。啊，这第二个学位。啊，放下分别。啊，菩萨分别执着都没有了。啊，不但没有啊。他连习气都没有，啊，执着分别习气也没有，这菩萨再能放下起心动念，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都是指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我眼看色，耳听声，不执着。就是阿罗汉，不分别就是菩萨，就是正等正觉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与修行不相干，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也不相干，
就在你肯不肯回头啊。佛法讲回头是岸呐，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的，一念回头他就成佛了。慧能大师回得快，彻底回头了。他是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所以他成佛了，这叫见性。还有起心动念没见性，虽没见性差不多，接近见性，这成菩萨。声闻缘觉是完全没见性。他用阿赖耶用的真。佛教他持戒，他能持；佛教他修定，他能修。但是，他没有能够转八识成四智。所以他的果就是声闻缘觉。于是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学佛老师教我们读经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原来读经是一种手段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叫你放下，明白了吗？读经的时候，你就把分别执着放下了。你有分别有执着，经念不下去啊。所以念经的目的，就用这种手段，叫你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是这么回事情。目的不是叫你记得那么多，变数多了自然记得，记得那是附带作用，不是真正的目的。真正的目的就是叫你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不执着是声闻圆觉的禅定，不分别是菩萨的禅定，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。慧能大师所证道的，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，自性本定啊。这是大乘法了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知多论八十五月，为佛一人智慧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是最高的学位。这要把起心动念放下，而且呢，把起心动念的习气断掉。起心动念放下容易，初住菩萨就放下了，就成佛了。要分正佛，不是究竟佛，他习气没放下，到等觉才把最后那一点点残余的习气放下了。
他就成妙觉了，从等觉升到妙觉，妙觉才是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佛一个人啊，对正等正觉来说，正等正觉有41个人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这41个位次都叫正等正觉。啊，我们把它搞清楚之后就明白了，学佛功夫全部在放下。啊，我只感激张家大师。我头一天跟他见面，提出的问题，他就教我看破放下。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从哪里下手？他教我布施。啊，我离开之后，他叮咛我要真干。啊，不真干得不到利益。啊，我那个时候贫穷啊。在公家服务，拿的那点钱仅够维持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费用，没有多余的。哪来的钱布施？啊，老师教我，布施的心要有，遇到机会随分随利。啊，一毛两毛，一块两块都可以，不在数目字之多，在你那一点心，沉浸的心。啊，真肯舍，真欢喜舍，这个重要。啊，我们以后在《了凡四训》里面看到。啊，这个女孩子，贫穷家庭的人，身上只有2文钱。啊，2文现在人不懂。啊，这是古时候清朝时候的，1文是什么？是1个铜钱。啊，圆的。当中有个方洞，用绳子可以穿起来的，那叫1文。啊，到民国年间呢，用铜板了，当中没有洞的，那一个上面写了“当10文”。啊，那一个铜板就是换10个铜钱，当中有洞的10个铜钱。啊，3个铜板是1分钱。那换一句话就是，从前铜钱30个铜钱是1分钱。啊，在当时那个钱更好用啊，3个铜钱。就能吃饱饭。啊，学生上学去了，带3个铜钱，啊，就可以买一杯热的汤，买烧饼油条，他早餐就解决了。3个铜钱，1个铜板还不到。啊，民国初年的
那个时候的生活啊，书是最值钱的，书太贵了。商务印书馆印的这个辞海啊，是辞源，商务印书馆辞源啊，上下两册这么厚，也不大，定价多少钱呢？大洋5块，5块大洋差不多是4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。这书是宝啊，现在书不值钱的啊，印刷书进步了，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啊，就是从前等大藏经谁敢想啊，啊，家里有一套的不可能的事情，寺庙都不可能供养一部大藏经啊。我知道我们安徽省一个省只有2套半大藏经，太稀有了，这物以稀为贵啊。现在普通人家不但可以放一部大藏经，放一库四库全书也不稀奇啊。啊，但是从前人稀奇，人家是真读真干，现在不稀奇，没人读的，没有人去学习了。啊，好在我们现在看到非洲这些小黑人，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啊。哎，这些小黑人的啊，我看到他们，这些都是孤儿，他们现在在学中文，学得很好啊，读中国的古书，背三字经，背千字文啊，背这些中国传统的儿童读物啊，被孩子真干啊，所以我现在看到希望了。中国传统文化，非洲小朋友在认真学习啊，他们将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啊，那么我们也能够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将来会复兴啊，从他们开始啊，你看看，非常可爱啊！将来中国传统化统治全世界，小黑人统治全世界啊！这是他们的几张照片啊，他们这个小团体有3000多人，都是孤儿啊。有一个法师发心收养了啊，收养这些小黑人。中国传统文化后继有人啊，所以我欢喜啊。底下住我
这个说愚，意思是五浊与十恶。观无量寿佛经说，佛灭后，诸众生等，诸恶不善，无苦所避。无苦就是八苦。八苦啊，把生老病死合成一个。第一种，生老病死，一切人不能够避免的。通通都有的。那么第二个，怨憎会苦，爱别离苦，求不得苦，五阴之生苦，这叫五个。天台观经疏曰：浊恶者，浊五浊。第一个是见，第二个烦恼，第三个众生，第四个命，第五个劫。前面说过无浊卧室。卧呢是收卧。杀盗淫妄语卧口。两舌其余贪嗔痴。邪见就是痴。总称为浊卧。这个地方是讲要解里的书。一声阿弥陀佛就是释迦本师在无浊卧室所得之阿耨三藐三菩提法。经以此国具全体授予浊卧众生。浊卧众生是代表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的大众。乃诸佛所行境界，为佛与佛能究竟，非九界自力所能行界。这个法门要是说到他的理论太深了，方法太微妙了，不是九界众生自力能够行解，九界众生要靠佛力加持，你才能信，才能理解。那么这个九界就是除佛法界，十法界除佛，下面是九法界，菩萨、圆觉、声闻、天、阿修罗、人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这叫九法界众生。《法华玄义》里头说，这几句话说得很好，即身他身，微妙极绝，见非全非实，而能应于九界之全，一界之实，那个一界之实就是佛。九界是菩萨以下，
啊，这个里头说，己身是自己，自己意外是别人，他身。他身这个意思就广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九法界通通是他身。无一不是微妙寂绝。这四个字用得好啊。几个人知道自己身从哪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个身？理太深了，事太妙了。啊，我们细心观察这个身，外面无关。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，啊，用经脉在联络处，血液循环，周而复始。从出生到死亡，没有一天中断呢，这多妙啊！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估计大概人的身体总共是50兆个细胞组成的。细胞从哪来的？啊，细胞有生灭，新陈代谢。啊，7年是一个周期。啊，我们现在身体所有细胞跟7年前的旧的一个都没有了，全是新的。啊，再过7年的时候又换一批新的。新的不如旧的，这怎么回事？应当新的越来越好啊！为什么越换越坏？换成一些老化的细胞，换成一些带着病毒的细胞，这什么道理？如果细胞越换越新，不就是年年18了吗？人不就不老了吗？那我们得想一想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转变都是心在主宰，境随心转。想一想，我们18岁跟28岁比，是18岁的时候心地纯洁，还是28岁心地纯洁？人经历年越多，就越不纯洁，就越复杂，所以换出来的东西越换越坏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如果心地保持的时候，永远保持是童年那个样子，啊，童真，一点杂念、恶念都没有，他到老还是童年。古人讲童颜鹤发，头发白了，但是人身体的时候跟童子一样。那这什么原因呢？他没有改变他的童年，他永远保持他的童年，那样的单纯，那样的洁净。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那我们就晓得，心地越干净，越单纯，你就越年轻。啊，不复杂嘛。最怕的是
自私自利。啊，自私自利的人忧患很多，顾虑很多。中国古语一句话说，忧能使人老。人怎么老化？忧虑太多了，就迅速老化了。啊，无忧无虑，就不容易看到他老化。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担心的事情，也没有提防的事情，天下本无事。修行人，修道的人，中国古时候只有佛跟道，其他宗教很少，少之又少。啊，佛道很多，学佛修道不容易老，什么原因？心清净，没有欲望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啊，一生永远过着单纯的生活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，你要晓得那个争，那个求，用多少心思，多少妄念，多少烦恼啊！你能把这两个字丢掉，无增无求，你不得大自在，你得小自在了啊！得大自在，那一定要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得大自在，得大圆满。啊，所以他这一句，即身他身，微妙即觉。啊，即觉是从体上讲的，微妙是从相上说。啊，非全非实，不能说的全，也不能说的实。啊，但是你看，而能应现于九界之全，一界之实。啊，自自然然。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即身他身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不离自性呢？自性是实啊。现象是全的，全是刹那刹那在变化，实是没有变化。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你就有智慧，能辨别邪正。往后，邪教、邪术会更多。
你要不搞清楚，不搞明白，你被他们所迷惑，这一生呢，路就走错了。你本来是菩提正道啊，你走上了偏邪，依旧搞轮回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右岳，这个右岳还是欧耶大师说的，弥陀要解里头的举次体，这个体是讲的法界体，做弥陀身土，弥陀的身是法界体，极乐世界也是法界体。法界体我们这里也有简单的参考资料，佛学次第统篇里面法界这一条啊，法界梵语称为达摩陀都，翻成中国历史叫法界，也翻作法性啊，业曰实相，翻的名词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啊，是一个意思。法界之意有多种，啊，佛为什么一桩事情设这么多的名词，法界设的特别多啊，总有几十种之多。佛的用心是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，名字是假的啊，要懂得它真正的意思啊，不要着想，这就对了啊。像这个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告诉我们，学佛要用什么心态去学，听经立言说想，不要执着言语，读经不要执着文字想，要知道他所说的意思是什么，所以一意不一语啊，真正懂得他的意思叫愿解如来真实意，那你就有受用了。如来真实意就是自己的真实意，生佛是一不是二啊，佛无量的善巧方便都是帮助我们回头，帮助我们放下，帮助我们觉悟的方法。方法在没觉悟的时候管用，觉悟之后就没用了。啊，好比我们坐船到个目的地，到了之后不能把船背着走啊，丢掉了。工具啊，我目的地达到了这就不要了，佛法是工具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这就告诉我们佛法不能执着，一执着就是病，你就错了啊！你要在里头懂得真实意义啊，真实意怎么懂得？放下就懂得，执着就不懂。啊，执着在名相里头，你怎么会懂得？但名相是假设的，不是真的。
啊，所以正得真如，正得实相，不需要认识字，不需要念好多书，也不需要你去打坐参禅，不需要，就在一念放下，一念觉悟明白是假的，假的我都不要了，真的就现前了啊，真的就是佛性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把它归纳为两大类啊，一个是就事，一个是愿力。就事而言，法者诸法也，戒者分戒也。诸法各有自体，分戒不同，这叫法界。这是说的事啊。然则法界呢，法指一业名为法界，总盖万有啊，这法界名字懂得了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总名叫法界。啊，那就理而言呢，指真如之理性为之法界。啊，或者称真如，称法性，实相实际其体也也。啊，这个戒的意思是因之意。啊，依之而生诸神道，故名法界。啊，这个法界的意思，乐理是法所依的，依的是心。啊，所以有诸法同一性故，这叫法界。那么这是理法界。啊，理事我们都要知道。啊，看上下文意，晓得他是说的是理，还说的是事。啊，那么举此体，这法界体，这是理法界，作弥陀圣土，提示自信，啊，提示法性，业界举此体作弥陀名号，弥陀名号从哪来的？从本觉离体而来的。要把它翻成中国意思，阿翻成无，弥陀翻成量，佛翻成觉，合起来，阿弥陀佛意思是无量觉，也就是遍法界虚空界，你们有一样不觉，觉就是明了。觉就是彻悟，啊，这个地方特别你看欧耶大师说的众生本觉理性，是一切众生本性本来具足的啊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出来了第三句，他说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。具足些什么？华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本来具足的，具足如来智慧，如来德能，如来相好，
啊，那具体这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就是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现象。啊，今天科学家把它归纳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通通都是自性本自具足的。啊，我们的身心都是这三类现象里面具足的。我们的身体物质现象，我们起心动念精神现象，啊，那我们像前面玄义弟子所说的己身他身，他身是整个宇宙，树木花草它有身相，山河大地它有身相，无不是微妙极绝，非全非实，这叫自然现象。啊，所以用自然现象、心理现象、物质现象全包括了。啊，自性本自具足啊。啊，现在告偶耶大师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里的具足啊，你念这句名号啊，把法界全体都念到了，法界全体的事念到了，法界全体的理也念到了，还要加什么？加不上了。所加上去叫化邪天足，啊，那不是找麻烦吗？这不能再添再加了。啊，我这个讲《无量寿经》《弥陀经》讲了很多次，《无量寿经》就讲了十几遍了。过去我曾经说过，这是圆满法轮，圆的，圆什么都加不上，加了什么它就不圆了。啊，不能加也不能少，少了它也不圆了，它缺了一块了。这个法门多妙，它是真正难心之法。啊，听说这个要加什么经，那个要再加什么咒，啊，心就动摇了，心就乱了。这是什么呢？对于净宗没有信心，没有正念，正念对于经教理解的不透啊，啊，还会以为还有东西比这个更好的，没有了。啊，一切法到最后，没有一法不归阿弥陀佛。啊，无量寿，无量光。啊，可见此经确确实实是大慈悲父如来世尊称心之谈。这个如来世尊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是指阿弥陀佛。同时也是指十方一切诸佛。一切诸佛的
密藏和盘托出，密藏我们有参考资料，在第五页，这是术语，隐而不传，这叫密。蕴蓄于内，这叫藏。密藏者称诸佛之妙法，以诸佛守护，不忘宣说，非其妄传呢，便为破法。这个密不是秘密，秘密一定不是好事情。佛法里头没有秘密，这个密叫神秘。理很深，事非常微妙，不是一般人能懂能接受。一般人如果听了错解了意思了，那就把法破了。不但不能得利益了，还受害处。所以遇不到这种人，佛就不说。遇到才会给他讲。《法华经》信皆平曰：一切诸佛迷藏之法，但为菩萨言其实事。这真的。对什么菩萨呢？法身菩萨。才开眼。同步，同就是《法华经》。嘉祥法师的书第九卷书，谢来隐而不传。过去佛没说，这叫密。如人妙宝蕴藏于内也，这叫藏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得。那我们的修学到一定的程度，佛就会给我们说。程度不到啊，佛是不说的。这个不是秘密，是时间没到。时间到了，佛一定会给我们说明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